1小时120公斤，1米40克，自动快举。这一点拉力嘞，婆婆，测试一点拉力，咱负一下。爷，我看看，来，沉一下来，使劲儿。好，行了。好，1小时120公斤啊！看一下，台湾的模口，台湾的风宽，陶瓷加热，配米克重吸料机，减速机200的。电机是30的西门子电机，这个风机是台湾的。看一下产量，30，这个主机开到30、38，看一下产量啊，1米140克，1米140克，产量是116公斤，116公斤，相当的惊人啊！看一下温度。看一下温度，看一下这个螺杆是台湾的啊，台湾螺杆，陶瓷加热不锈钢，配上台湾的风环。Yeah.